请问民间咧唱的一条歌《草蜢人家讲》，伊是一首的情歌。安尼，恁敢知影伊是咧讲什么款人的故事咧？这是情歌诶。啊，家讲比佛跳。噔噔噔噔噔，这是情歌。哎，噔噔噔噔噔噔。我来唱一首。是下路个老人。还是好野人甲土瓦头，土瓦头是善假人，土瓦头就是足咸的啦，土瓦头，还是飘飘人甲戆大呆，戆大呆，拢无人有答案是，臭命人家讲，因凡正干那要唱这句啦，大家应该拢知影，阿咱唱，阿但是拢知影，甲戆大呆，阿是好野人。加裤阿头，加裤阿头，我觉得一定不是少女那一个。飘飘人哦，飘飘人，飘飘人加戆大呆，卡丁，卡丁，哦，我唔知呀，好，卡丁，卡丁哦，好，飘飘人加戆大呆，对唔对？哎，我感觉。恁的机会哪会哈尼啊好，啊恁哪会做好人做干的啦？来来，你有答一下。强的强的，我记得我细汉的时阵听这条歌，我捌听人讲过，草蜢人家讲的意思就是咧讲孝路甲老人。好，确定。我确定。好，咱来看一下，孝路甲老人对唔对？四千块了，那你是得几万块？所以讲平常时啊，哦，爸爸妈妈、阿公阿妈在开讲的时阵，咱拢爱听着，耳爱泡开。你莫讲哪里又无好，哪里又真好，你的知识解济。好，咱来听老师甲咱解释。草蜢啊，吼，是咧指这个，咧比如这个，孝路吼，啊，咱咧这个家工吼，是咧譬如讲迄种，老查甫无吼，已经食老啊，啊，佮想要爬啥，少年气啊啦。哦。啊，所以迄个，这家工就讲，这种老查甫足丰收无吼，啊，真爱。啊，是人草蜢啊。对，啊，真爱搬翠花，讲生笑去人做囡仔安尼。